我说啊，我还没感谢你呢。啊，王小雨已经替你谢过了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哎，你要在这儿待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干嘛要跟春嫂来往？我不过是想帮小彩一把。得了吧，春嫂打扮起来那可是个美人，十九嫁人，到现在不过三十一二岁，正是好时候。哎，你没让林宝装车去？你没看见吗？我又把车牌子给弄下来了，还是让他呀开解放去吧。对，是这地方啊还真不适合装车。想喝水的话到我值班室来。你能行吗？你走。好。哎，你到这儿干嘛来了？哦，是小彩他爸喝醉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嫂子，他又喝多了。你就这样跟人说话啊？我帮你。不用。铁棍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你说吧。我想把你哥送医院去。哎，咱跟矿上可是有协议的。那协议不公平。哎，一到那地方他风劲一上来，人家准拿电棍电他。我这做兄弟的哪能让他受那罪呀？嗯，这么说，他那疯劲儿就该往我身上撒。反正我不能让他吃亏。不送，那我就离婚。嗯。那好。要离，你自己走。孩子是齐家的，这房子
也是矿上给齐家盖的。孩子是我的骨肉，谁也别想夺走。那咱们走着瞧。我就不信这矿上能亏待一个过气的功臣。上车吧。50年前，日本天皇裕仁用广播征战诏书的形式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。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。小彩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搭车？没有，季叔，你说呢？哈哈，这是常碰上，对吧？对。小妹，这回才让我逮着了。小妹，你逮着了什么？逮着你们在一块儿啊。小妹，你可不要乱讲啊，里边点，让我进去再说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，嫂子，浩哥可是个正经人，你搭他的车100个放心好了。哎，我说沈平，春嫂可不习惯你这么说话呀。春嫂，你看浩哥向着你呢。小妹，你知道嫂子做人不容易，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？怕什么呀，这男人可是自己给你送上来的，虽然判过刑，可本质没变，又离过婚，无牵无挂的，多好啊。怎么越说越离谱？你别再傻了，他可看上你了。该豁出去的就豁出去，你还年轻。打扮一下让他看看，改天我教你化妆。季浩，哎，有事儿啊？啊，下午去趟矿工会吧。矿工会？怎么了？工会老王找你。哎，啊，别忘了啊。好嘞，哎。你认识沈玉春吗？沈玉春？
不认识，人家都管他叫春嫂。哦，那我认识。我帮他女儿辅导功课。除此之外，跟他还有什么来往？到他店里买过香烟。哦，是这样。据有些群众反映，你跟春嫂的关系挺密切的。无中生有。啊、哦，好好好。我们也希望这是谣言，所以请你来啊，把事情弄清楚。说没有，春嫂向法院提出离婚了。他这事儿啊闹得挺大，连矿长都知道，还派人到他家做工作了。你说春嫂这胆谁给的？是你给的吧？我只不过是个住店歇脚的，帮助人家辅导一下孩子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人家春嫂都喜上眉头了，你倒打退堂鼓了。你别在这乱弹琴了。呵，你以为你是啥？城里来的，见过世面，有点修养。你除了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你还有啥呀？哎，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或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就快把它承担下去。真也罢，假也罢，到这节骨眼上了，你就应该帮着春嫂把戏给唱下去。如果春嫂把事情给闹大了，这以后你说话走路，哪怕是看上人家一眼，也要留点神。五号车回来了吗？五号车？哦，啊，快了。您是找车呀，还是找人呢？找我那老同学啊。什么？季浩是你老同学？他不是司机吗？大学生就不开车了？等我下了台，我还得去挖煤呢。我给您倒水去。各班组长到队部开会，请准时参加。您喝水。哦。这么说，季浩他当过领导？哎，处长干腻了，辞职干事业，结果呢，全军覆没，无家可归，到头来跑到我这山沟里来，哎，慷慨激昂啊！啊、哦，原来他是来找您的呀？找我？我还找他呢。你找他干嘛？哎，请他吃顿饭。Thank you.
季叔，嗯，今天我不搭车了。怎么了？待会儿我爸爸要走了。你去送他吗？不，我二叔和工会的李伯伯去送他。我想多陪他一会儿。哦，知道了，你去吧。老好，这边。上车吧。等一等。这媳妇儿疯了，碰上也不是不管的，给他娘俩解决了城镇户口，又批了地盖了房子，啊，笑了，还给他开了个小百货店，添补家用。这点矿上做的不错，我觉得挺好。哎，这每年宣传栏上还给他贴照片，精神也算个安慰吧。哎，就是，不就是为了照顾好媳妇儿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是。我觉得，做朋友。就得讲情义，做夫妻就得讲恩爱。当年齐顺把他从家乡带出来，如今他就把齐顺往疯人院里送，这算什么情义啊？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啊。哎，你们下井干活也讲个钟点，这说上来就上来了。可人家春嫂呢，一他要照顾生意和孩子，二呢还要伺候疯子，这待在家里啊就跟待在牢里一样。哎，这早要是把疯子给送走啊，他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还不是爬窗户溜门那点事儿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这爷们儿别在这瞎吵吵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站在这儿看得最清楚，人家可没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大嫂，赵师傅在吗？哦，回来了，坐这儿。这道黑呀，让他早点回来。啊，这咱们呢就图个安稳日子，对着钱呢多少都行。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这就来啊。哎，刚来就他妈犯事儿，不如善个干净。哎，别吆喝，等套上了再说。哼哼，怎么着，不服啊？怎么着？嘿，使劲啊！吃完了就让地儿啊。这老娘们们的事儿啊，就让老娘们去议论吧啊。走，叫巧，不服他们抽屉练练。这几个人呐，都是齐队长队上的，一在这聊啊，就聊个没完没了的。好，那你先吃着啊。没事。怎么还没睡呢啊？大哥喝点儿。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。怎么了？这干一天活还不知道累、晚上还要辅导那丫头两个小时功课，就是亲爹也没您这么大耐心呢。别快熬出来了，这孩子进步挺快。哦，等过了这一段我也该放放假了。哎，老哥啊，那该辅导辅导小彩的妈了吧？嗯，疯子不是送走了吗？你看，说说就没正形了。
还睡觉吧，睡觉吧。你呀，这家伙。小彩，嗯，你季叔好长时间没来买烟了。街上这么多店，不光咱们一家吗？他要是总买咱家的烟多好啊，咱们不是跟他挺熟的吗？要不你去问问他，看他愿意不愿意。季叔会愿意的。嗯，我每天给他带两包吧，他只抽黄果树牌的。还是问问他吧。不用问，反正他每天都要抽。来车了，快去吧。嗯。哎，干嘛呢？不抽你敢？过来一下行吗？过来呀，过来。干嘛老是急着？有什么吩咐？我是说呀，你到这儿这么长时间也没到我值班室来过。你也没有请我进去过呀。请吧。啊，你这屋子要是到了七八月份可真够热的。这四面连个遮掩的地方都没有啊。凑合吧，反正常洗澡呗。哦，那倒也是。哎，我说你就在这多待会儿吧，后面没车。哎，这毛衣的颜色你喜欢吗？不错。你怎么现在织毛衣啊？待着没事儿呗。我还怕你不喜欢呢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自从那天你拉了我一把，我总觉得欠你点什么。哎，我这个人心里搁不住事儿，所以呀，我想这件毛衣给你，你喜欢穿就穿，不喜欢呢我自己穿。我有了这个意思，我们俩就算扯平了。这毛衣得多少钱呢？你要是提前，我马上把它扔出去。啊，好好好，我随着你。哎，不过王强知道不知道？我可不愿意他找我来算账啊。这个你就别管了。我说，你那发展的怎么样？这怎么跟你说呢？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，损起来比谁都坏。想吃鱼又怕沾腥。哎，算了吧，啊，你别跟着瞎掺和了。废君子。刚走。你又胡说。哎，你不是要给嫂子剪头发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先坐一会儿吧，我还有几车就下班了。嗯，哎，小妹，矿上的人都说你头发剪得好，没白夸。告诉你吧，我要到城里啊，这手艺能养家糊口，改天我给你吹吹风。嫂子哪能往那上打扮？哎，怎么不能？你还那么年轻，现在不打扮，老了给谁看呢？小妹，你可别拿嫂子开玩笑。行了，以后我不说了。
哎，小妹，嗯，嫂子想做身新衣服，改天你帮嫂子去选块料子。行啊，小卖部正在卖几种绸布呢，挺好的，改天啊我陪你一块儿去啊。好，我觉得你应该到裁缝店去做，到那儿啊还可以选几种好样子呢。嗯，余队长捎话来，让您早点回去。哎，知道了。记好，王强出车祸了，这是你的钥匙。他们家里人来过了。嗯，该拿的都拿走了，剩下的你看着处理吧。屋也不像样，自己收拾收拾。啊，哎。你还没有过门，别这样，别哭了啊。春嫂，我跟他相处两年多了，他们家里都知道，可是他们家的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顾收拾那些破烂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让余队长问我，问我拿没拿他们寸纸。要是这样，他们还来干嘛？王强说过要给我机会，可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。自从那次事情以后，我是想再找个合适的人，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。王强对我确实好，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我想象中的人。小妹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春嫂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小妹，季叔，你看我做的对吗？哎，来，我给你看看。这次考试啊，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。嗯。来，我再给你出道题来啊。嗯。这个乘除法的意义，季叔，嗯，你想女儿吗？想，不过他们过得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？没什么。来，把这道题再做做。来，啊，对，这我说哥几个，这个地方比咱这舒服多了啊！啊，就是是。哎，你把那把椅子给我拿过来啊！你他妈支持谁呢你？自己拿。嚷什么嚷什么？别嚷，别嚷啊！
铁山叔，你们来这儿干嘛？嗯，和你一样，小草，让他指点指点。小草，咱们今天啊就坐到这儿，来，走吧。哎。来，坐好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小草，先别急，叔叔有话要问你。你愿意你妈离婚吗？不愿意。哎，小草，要是有人勾引你妈呢？放屁！嗯，没人勾引我妈。小彩，回家把那道题再做做，啊？哎，走吧。吉叔，再见。再见。妈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铁山叔去那儿瞎吵吵。铁山，是你二叔对上的那个铁山吗？是他，他们在那儿净胡扯，还说有人勾引你。你季叔还在那儿吗？他们不走，我季叔也不能锁门啊。小彩，你在家待着，妈去一下啊。小彩他爸是我师兄，他要有难，我不能不管。今天别的咱们也别说了。要不明天你给我滚出沟去，要不今晚给我躺在这儿。我不是怕你们，我季浩长这么大还没怕过谁呢。我只是刚出来，不想再惹事儿了。你们条件也太苛刻了，小彩面临考试，我这一走会影响她成绩的。再说我一走，春嫂会更不明不白。怎么着？你他妈啰嗦什么呀你？铁山，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哟，说来就来了啊！是，我来了。我来勾引人来了。铁山，你想让我勾引你吗？行啊，只要你能让小彩考试及格不留级，我听你的吩咐。哎，嫂子，不能为了孩子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。你要是顾嫂子的名声，就不该到这儿来胡闹。你这不是要毁了嫂子吗？没他呀，你也不会把我大哥往疯人院里送。这跟他没关系。你师兄缺胳膊缺腿，我能伺候，可他疯了，不送那儿，你要吗？你一口一个师兄，可他疯了以后，你又来看过他几次啊？你帮我们娘俩又干过什么呢？现在我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，你们就钻出来胡言乱语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他二叔让你来的？哎，嫂子，这跟齐队长没关系，是我们哥几个气不过才……你们有气冲我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敢胡闹，我就豁出去。走吧，走。哎，这管的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说心里话，我还真有点怵他们。是啊，我也怕，怕他们把你逼走。
昨天晚上差点让人给揍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听老赵说的，闹得挺厉害。要不是春嫂赶得快的话，你现在还在医院里呢，是这样吗？哼，怎么怕了？其实你要把心思收回来的话，也没人跟你过不去。哼，真是人言可畏啊。知道就好。虽说疯子住进了医院，可是春嫂还是有主的人。本想成全了你们，可现在看来，我这红娘是当不成了。好了，你啊，该把那闸门关上了。等小彩考完试，把心思收回来。山上的鸟多的是，逮着啥玩啥呗。哎，还挺忙啊，走俱乐部玩玩去。啊，让嫂子陪你去吧。她不会跳舞。门口有会跳舞的，只要你肯花钱。哎呀，我不是想把钱花在你身上吗？我说胡三儿，我这个人跟人交往是冲着情字去的，随身的东西不值钱，可是用钱是买不到的。哼，我不就想跟你解解闷儿吗？啊，我不闷。好好好，不去也成，可是你得明白我这点意思啊。哎，把这搁这儿，大热天的织什么毛衣呀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去你妈！您上我那儿干去吧，我一天给你30。有住的地儿吗？有，七八间房呢，腾一两间没问题。我们考虑考虑。来，试试车。哎，给您擦擦手。行吧，好嘞。哎，慢点啊！我回头啊，啊，给人对着打个招呼啊。行，再见啊。哎，哎，考试的时候可千万别紧张啊！知道。快去吧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掌握着点时间啊，别着急。我们班人有好多代表的。哈，你要是两门都超过90分，我就奖给你一块。嗯。真的。哎。七号干过了，我这儿老干老欺负人也不好，是吧？谢谢你啊，走了，再见。哎，
进来试一下毛衣。哎。来，穿上试试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别动手，小心扎着你。哈。来，看你笨。广播员通知：上次收到的衣服不保好，每斤四毛。有买的赶紧到办公室，过时不候啊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这真不容易，挺合适的。转过去。转过去。哎呀，哎呀，转过来。是不是太紧了？没关系的，穿一点就合适了。没人伺候你，你还照样发胖。瞧您这肚子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啊。哎，原来又找着解闷的人了。是又怎么样？哎，沈平啊。哎，我看就这样吧，挺好的。你看，好什么呀？好，不行就重来呗。我这人做事啊，从来不糊弄人。那你还真要拆呀？不拆不行，不然我也对不起自己。把衣服脱了。哎，那你下次啊，可得量好了，要不啊，你还得返工。给你。这没尺子，怎么量啊？哎，我说，你胸围有多大？我都是现穿现买，我还真不知道胸围有多大。我说你这个人平时做事不挺认真的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那就是不知道。过来，我给你量。哎，沈平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这又怎么了？你也是过来人了，怎么吓成这个样子？没什么，你量吧。哎，沈平啊，瞧你那样儿，我还没怎么胡思乱想呢。沈平啊，我是说，其实我不着急，只要过年呐，你能给我支出来就行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就是不睡觉也会给您织出来的。那真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说，你前妻给你织过毛衣吗？我们结婚那阵儿，她都给我织过。后来我们呢，就上街买了。哦，这个不太好。在这方面啊，她的确还真不如你。他哪方面比我强？我知道了，咱们以后啊走着瞧，说不定啊。我得上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以后你把胡三的车摇紧点儿。我现在还没有主，我也不想招苍蝇，求你帮个忙。放心吧。嗯。